上集回顾。不会吧？哎，干你！干你老师哎、欸，掉分了！这一局他妈也太快了吧！我要求重新分配队伍。为什么这一把我们有人玩主卡？我还是换小青好了。我就要一血第一场的，第一场的耻辱啊！我直接把他打回来，我等一下就狂撞那个 Bobo 的屁股啊！好 ，OK， 没有问题。这把话少，认真打。好，话多一点比较好剪，但是我觉得要等我击杀掉之后话多一点比较好。目前照这个战况来，不会有那个画面，不会有。打不到了，太小看我的小青了。我小青啊，应该可以说是全世界第一强了吧？不要打，不要打架！好啊，要打架是不是？说你是全世界第一强，你说你是全世界第一，干你娘！为什么你还有大招啊？什么鬼、啊？哦，到时给我剪出来。然后什么问题？你有种屁股出来啊！打爆！不要再打架了，冷静各位。不行，我的队友怎么一直在打架？你看，队友不能冷静一下吗？我们打个稳稳的不好吗？香不香？妈的，你打上面，我打下面啊！对啊，来找你啊！来啊来啊！在哪？你人在哪？听说你很猛 ，shut down 你呀、啊，很猛是不是？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我干，你经济也比我高、哦。我是专业农经济的，你不知道是不是？专业杀你的嘞！可以输啊，你必须。来，继续保持这份气势啊，看看你能够嘴硬多久。看哪边的打野比较会打。觉得肯定是我，这毋庸置疑啊。公路又在打架，是不是？行，带风向是吧？哦，军仔你真派哦！干你死了呗！哎、欸，他的这个绑我们没用哎、欸！你绑你绑啊！绑绑去哪？我跟你讲，妈我就知道他妈要这场要赢啊！什么都可以输啊，这场的话这场要赢啊！为什么阿莱他妈又有绑？哎呀，怎么死掉了？给他死，给他死！打军仔，军仔，快点打军仔，军仔！为什么？这把赢了，一人100块贝壳币。那你要说到做到嘞。没有，我没跟他们讲啊，我还没讲。帮你讲，我现在直接打军仔。是可以不用呢。我不用是不是？你他妈真派嘿哦！你是金派哦，卡成搞过来，一股过来啦，一个 double kill， 看你怕不怕？你现在是听说你很嚣张是吧？要死我懒啊！你怎么知道？你在开图啊？我走过去，我不能逛一下你家野区吗？不能走过经过逛一下？小偷会进去你家逛，他不拿钱？也说不定啊。斯科德啊，听说你这版本很猛是不是？有种出来啦，你队友他妈没聊出来啊。他来怎么一直死啦？我跟你讲，我这个人啊，打进你家，
要不要过来吃我的蓝？那我也跟你不客气啦。要不要过来吃我的蓝？就是这么简单。你妈还我蓝！空大了啦！没来换你中塔，嚣张！换你中塔完之后再去杀你家下路，还是不要好了。来，你过来，不行。于是，死也要带掉你阿来。罗尔怎么，罗尔怎么滑起来了、啊？哎、欸，东西，什么东西？为什么他跟你同队就不一样？到底？嚣张去哪里？欸，为什么队友瞬间就被滑爆了、啊？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吗？来，赌上尊严的一战，我们用上面直接换你他妈一个凯撒。哦，用我们主卡有呢。哦，有欸，皇帝打野啊，保证上分啊，你知道吗？皇帝工作室。蛋，没事没事，拯救你们。到底真的要赢了吗？这是废话吗？哎、欸，我谁？皇帝小青哎、欸。难道真的以为这场会？真的啊，胜券在握、啊。回家。哦。这个回家帅哦，这个回家帅哦，我喜欢这个回家。没关系，我看看他多会滑。哇哇，他真的滑起来了，靠背。死定了，死定了！你看这大象，你还跟我讲他不是那个，他为什么还在那里？你要不要看我们的李宁啊？我们的李宁跟那个斯科德，你他妈的一直讲你们大象，你懂吗？那 Bobo 的屁股就是欠教训了、啊。哎、欸，去哪？我加油，我滑起来。拉一下，拉一下，不要在圈圈内跟罗尔打。来，等他，等他妈你大招没人，就死定了、啊、，Bobo。去哪里？能输不能输，你来，我现在给你投降的机会，投降输一半，好不好？一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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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的射手要出什么装备啦？罗尔，耶！军仔叫爸爸，有没有？就跟你讲了吧。是我们你也开始怪队友。哎呦，这个羊真的不错哎，很棒哎。可是我觉得是我风向带起来的关系啊。好了，那今天的影片也告一个段落了。如果上集还没有观看的观众朋友们，可以去点右上角的资讯连结去做观看，也是一样非常的精彩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如果喜欢记得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点赞我的脸书粉团跟追踪 IG， 谢谢大家，我是皇帝，我的影片让你们永远看不腻，拜拜。With the best of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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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he best